日前，台湾地区女子天团 SHE 成员 Ella 与丈夫赖思翔在香港逛街时巧遇记者。不好意思，拍张照吗？拍照，不要，我们刚刚已经拍照了。当天为湿粉黛的 Ella 与赖思翔双双休闲打扮，见记者一路跟拍，小妮子显得有些羞涩，始终依偎在丈夫身旁。然而，这样甜蜜的二人世界，据 Ella 透露，也实属难得。过了多少天了？啊？过了多少天了？明天就回去了。明天回去啊？那么快回去啊？对，有事情。有事情？还有工作。还有工作。尽管贵为女子天团一员，但 Ella 平日里的一举一动就如同一个邻家小女生，不仅拉着丈夫大逛平价服饰店，就连出行也选择地铁。